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1700整点新闻，要带您来关心的是疫情最新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，国内新增有首例 BA.4 的本土个案，是一位住在北部30多岁的男性。那么目前是有3位同住家人也是快筛阳性隔离当中，不排除可能是家庭群聚感染。我们上周是有进行了234例的这个本土的定序结果，其中有一例是这个本土首例的 BA.4 社区感染的个案，我们先前其实也没有 BA.4 比如说接机或是跟境外入相关的本土个案，所以这确实就是本土的 BA.4 首例，是北部30多岁的男性，8月5号有喉咙轻微不适的症状，经过4天后8月9号自行进行快筛阳性，当日有到医院就医，那采检 PCR 阳性确诊 ，CT 值是16，那这一个检体后来有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定序的结果出来，确认是 BA.4。那他有同住的家人3位在这个确诊当日事实上都也有进行采检跟快筛，都是阳性，那这3位的这个检体目前在检体的采检跟后送当中，那4位目前都是还在这个居家照护或居家隔离的这个期间内，并没有看到有这个往外扩散的一个情形。